写什么？加油！你这么得名字啊，加油！怎么叫 Jill？ 对呀、啊，你的怎么就叫 Jill？ 就叫你的昵称，跟你比较好的人就可以叫你 Jill。为什么？来，可以把卡片转过来吗？妈妈看看是谁写的。那你要把娃娃跟卡片拿在一起吗？他说，他卡片上说希望你永远快乐 ，forever happy。来笑一点，开心一点。好，下一个。卡片给妈妈，卡片给妈妈。你要开下一个吗？他说 ，Jill wish you forever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， 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。Julie 阿姨，好不好？那个 Julie 阿姨讲英文还是讲中文？讲中文啊，英文也讲啊，中文、英文都讲。来，下一个礼物喽。好吧，你要后退一点，你离我太近了。哇，好可爱的卡片哦！是个立体卡片吗？你转过来，我才看得到你，宝宝。我来看看，一，你在抱着芭比娃娃吗？二，三。这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来，不要动，好，停下。你要拿着那个卡片吗？好，卡片不动，你脸歪歪的，脸露出来。卡片不动，你脸露出来。卡片不动，脸露出来。我这样照不清楚你了，宝宝。来下一个，对着妈妈笑，一、二，下一个，你要抱着芭比娃娃，人家送你的礼物你不喜欢吗，宝宝？抱着娃娃，抱着娃娃，抱着娃娃，宝宝。哎，刚刚那样扶着很好。这是装这个的吗？对。放在那边。照相过的，因为这个是昨天照相还没有打开。
是。那我们再去拿一个，快照完了，宝宝，把它照完。宝宝，桃花还有几个？宝宝把它拆完，你要拆哪一个？下一个要拆什么？摆好了没有？还没。好，下一个。然后后面那个蓝色的吧，这个没有，我们没有找到卡片，等一下最后一个拆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，紫色，好，把整个袋子拿下来，紫色，整个袋子拿下来。哎，我都一早就有了，怎么跟你的一样啊？以后你玩一个 Christy 玩一个，你们就不用抢了，是不是？我给 Christy 玩就能玩这个，因为这个我很好玩。啊、好了，拆卡片吧。可是我的是搁在上面，我的是搁在上面的。嗯。他的是往下面的。对，他的是插在里面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对。而且我们的那个很吵，对不对？什么？我们的那个很吵，对不对？对。不知道这个吵不吵？哦，这还有四根钓竿呢。哪一个钓竿？这个有四个钓竿的。那我们的呢？我们就两个啊，记不记得？是谁送你的？ GIOVAN 哦，是 Aaron 送给你的。9月26号。22号。哦。来，拿着。好，拿着照相。快点照相啊！对，先照这个，再照这个。好。然后后面。转过来。宝宝，一、二，我不要照你的背面。对，转过来好吗？你要抱着人家送给你的礼物啊。表示你很喜欢，要很喜欢的样子。抬头看。